景，抬头。涂山璟抬起头看着我。你怎么能因为防风阴影嫌弃你，你自己就嫌弃你自己了呢？别人因为你的外表、财富、表象来判定你，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我。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他，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。为什么不是这里？还不是时候。我以为你们男人见到女人都恨不得立即……我不是那样的。那我们两个……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可以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是由你决定，并不是我。我不是不想，而是我想要你的爱，不想你只是因为怜惜心软。小杨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到你的面前。我也想光明正大地把你介绍给父王。请为我守住你的心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你就是个狡猾的。你给我送青梅酒，还不是就是变着法子提醒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这个人，一边说着绝不敢奢望，可是呢，也绝不肯放手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，可我没有办法放弃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啊，可我总得说点什么安慰你吧。其实，送你青梅酒，不只是我的私心。我想你收到青梅酒时，也知道我正在思念你。
谁啊？